Mini 是可以听得懂，他可以听懂一点点，我听得懂。我更喜欢可爱的 Sexy 雨绮，不喜欢。哦、oh! oh! ，我喜欢可爱雨绮，所以他坐在最右边。我是一个人，真的吗？程程，他很帅啊。好，我是爱丽的迷你，爱丽的雨绮。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漂亮，不是那么的漂亮，但是还挺漂亮的。然后呢，不是那么的聪明吧，但是还挺聪明的。就我，其实我最好的朋友，迷你，爱丽的迷你。他也听不懂。你那哈都是浓气，么嗯，素外的嫩，然后น่ารักหน่อย，然后เป็นคน，น่ารักมาก，ทะเลนตลกตลกสนุกสนุกนะคะ，โอเคค่ะ。Round one.Yes or no 问答，嘉宾们只能回答是或不是，但在回答是的时候需摇头，回答不是的时候需要点头。两位是不是第一次双人在海外活动？It's our first time, like only two of us like in the world. I think so. I think it's the first time. Yeah, maybe. Maybe. I think. Yeah. Oh, yes. Yes. 第一次，以及这次邀请 Mini 来录制《奔跑吧》，是因为格外喜欢他们。No。No。They。Mini 是可以听得懂。他可以听得懂一点点。我听得懂。哇。你的个人技是吹口哨吗？对。哦。哦。我们团的唯一的个人技。好听吗？好听。雨绮喜欢做忙内的感觉。还行，就是斜着，就是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，看分不同的情况。比如说姐姐们都可以照顾我的时候，那我就是喜欢。但是如果是那种，比如说要去忙的，要做这个做那的时候，那我就是不喜欢。Mini， 现在会说巧克力的中文了吗？你会了吗？会了，你说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我喜欢吃巧克力。是巧还是小？小小小拼拼小 Q 小巧克力。对送出的黑色沙发感到心疼？不心疼，因为其实那个其实挺便宜的，也没有那么贵。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听得懂，我的胸膛。嗯哼。现在也有他的小颗粒。我的沙发，但是现在有你的小颗粒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你对这次回归的造型风格满意？有没有特别想要毁掉的路？喜欢。Okay. 很难。That seems like the most, the most favorite one. No, the worst one. But you really hate it. I love them all. Oh. Especially, 粉红色的衣服。比起话痨的性格，更想要冷酷御姐的风格吗？
对对对对对，反正就是我觉得最近也变得更成熟，然后变得更温柔、大方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对对。It means you understand? Yes. Like he asked me like, 그러니까내가요즘에기영우보다는좀더성숙하고섹시한거를不对。可爱的很好。啊，你更喜欢可爱的？你喜欢我可爱还是喜欢我帅气？嗯，我可爱，可爱 ，OK。Sexy， 与其不喜欢。哦、oh~ ，我喜欢可爱与其。哦、oh~ ，那我从今天开始一起。妮妮，搬出宿舍是因为公司不给买冰箱吗？啊、嗯。版本，对，来，哦，一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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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买新的冰箱，冰箱很好看哦。以及如果去无人岛生活只能带一个队友的话，你会带妮妮？说实话，我会，因为他会做饭，然后呢很干净。然后呢，又比我大，又会照顾我。然后呢，总体来说就是最满意的，对，就只有他。啊！我喜欢他，他可以带宝宝哈，他可以带奶，他可以他可以带，然后他可以说话，然后他可以带。啊 ，OK， 好。The next question. Same question.Yeah, same question. Do I take her? 会会。Why? 因为一起说中文。哦，无人岛为什么要说中文？他很聪明。嗯，很聪明。对对对。也很 energetic。嗯哼。冰小。比我比你小，比我年轻，所以他有 power， 他有 power。对，马上要试行了，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？嗯，我觉得会有很多，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展示过的，而且就像我们这次的 concert 的主题是 like festival， 所以我觉得就是。嗯，就算你不认识我们，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 concert， 就是一起享受 enjoy， yeah， 所以你进来哦，很多场。想对中国的哪位来说点什么？就是这次马上要去有台湾，然后有香港场嘛，然后希望就是会给你们小小的 surprise， 但是什么 surprise 呢？就是还不知道，所以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。知道那个中国粉丝给你取的昵称吗？哦，米奇吗？阿比奇，因为是 mini 跟米奇。还有什么？巧克力，因为他们都叫他巧克力。我是巧克力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沙发。我是沙发。沙发。我是沙发。巧克力和沙发。沙发。OK。